大家好，今日咧就我玩呢个 GT3 嘅系列赛，我想玩到 50%， 而家就 47%。好，我今日会用嘅车系 BMW Z4 GT3， 呢部嘢系一部比较转弯力系好嘅车嚟嘅，而速度都 OK 嘅，接受到咯，起码。睇可唔可以玩完呢铺之后，可唔可以到 50% 啦？佢啲 engine 聲就唔同，佢啲 engine 聲就唔同呢、這個其餘啲車嘅呢部車就好少少冇咁嘈咯。咁覺得咧，呢部嘢咧係好用嘅。比較上，如果係呢個 Series 咧就好用嘅。但如果你話咧用後面嗰部咧，呢部嘢都 OK。佢仲有一部 GT2 嘅，嗰部 GT2 都好用。一係就用呢部 GT3， 一係就用 BMW ALM 嗰部 GT2。50% 啦，到咗。佢已經話目標達成。12,000同埋12個金幣加埋落去194。如果我要玩繼續玩咧，下一個應該係16咋？我以為20幾。16 ，OK， 同埋我會玩多一個嘅東西部決鬥。點解我玩呢個呢？我有兩部車，我有嘥咗好多金幣嘅。但係呢個咧就 16% 都好快過嘅啫，佢會放7個金幣，7,000蚊嘅。所以我諗緊會玩埋呢個佢。我玩 Indy 呢個場四 lap， Bird's Heart 四 lap。呢兩部我又整過嘅，所以我會用 Porsche 918-918 RSR 嘅 Courager Compact。
車嚟講，如果你個車唔係好夠力，你都可以去到追到百嘅呢個話，一嚟就追到百嘅，有22追落。所以呢個場咧，第一個彎就追曬噶啦，一定。大機會第一個彎就追，嗯。好，班 MT 拍派啊，呢個場都 good 嘅，幾多 percent 啊？19%，今日應該唔會拍到人，通常嚟講，因為你睇下，你哋又有見到五部嘢，但係唔係 rolling start 咯，有啲車係 rolling start， 例如嗰一次咪拍嗰次咩啊？嗰次 The Man's Legends 咪 rolling start 咯。全部 rolling start， 佢唔理你噶 rolling start。哇，幾多部 GTR 啊？三部 GTR 嚟咗，開車2.4最快噶啦，最近嘅啦2.4，係啊，逼咧唔得啊嘛，真係。
210啊，最高纪录是210。今日條片就係咁多啦，咁我哋下次再見啦，拜拜。